李磊呢，还是一个很励志的青年，思想活跃。他的性格方面测评呢是比较外向，然后宜人性得分很高，就是在尽责性方面得分偏低，反映在他有时候做一些事比较随性，自我评价中高非常好，还有主动性方面很好。那么这位选手呢，自强自立，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手。于磊啊，你其实现在的状况其实很容易找到一个工作，那么你为什么要通过这个舞台来找工作，而没有通过其他途径？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去鼓励更多的人。除了这个给大家示范的作用，你自己的求职的这个根本动机是什么呢？我想找一个固定一点的工作，不想这样飘下去，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工作的当中继续去学习。那到底你觉得是选农业更能让你生活稳定，你更擅长，还是到底选互联网相关的？这几年我一直从事农业，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农业。但是我在后边我看了一下，就是说咱们这边没有关于农业，所以我就选择一二线城市，也选择了互联网线上销售。来，第二轮选择去互联。还有七盏灯，来增花主持位。我这边可以给你提供就是天猫的客服，加一些学习一些运营的工作，工作地点在北京。我可以提供你做电商的运营，做实验，做自己的学习，地点在武汉。来下一位。那我这边呢，可以给到你是两个方面的选择，一个呢就是电商的运营助理方面的工作，那还有第二类岗位呢，它就特别的有特色，他是商业扶贫项目助理的岗位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段东。岗位是五八同镇项目的商务运营专员，地点在西安。于磊，因为我们在跟儿慈会商量，我们开办我们的第二个基金就是做残疾儿童救助的，对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做这个项目的助理。花椒直播呢，提供给你的职位呢是大客户服务的专员。我给到你的职位呢，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，叫凤凰艺术年展，里面有一个公益板块，我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，欢迎你到我们凤凰艺术年展大地的孩子公益项目组作为助理，谢谢。还剩下七盏灯，灭掉五盏，留下两盏，去吧。不好意思。对不起。有请涂燕、段东谈钱不伤感情。来，写下你们的薪酬，请揭晓。来，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？低过于你7000的预期，要不要他们加？五八吧。五八加到7000是吗？愿不愿意？我跟你说明一下，我没有把你当做一个残疾人来看。这个岗位是有奖金和提成的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我们欢迎有志向、有能力的人。有上限吗？没有上限。奖金没有上限。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，就上达6亿都没问题。靠你的本事了。我可以加到7000。啊，那你加吧。于磊，你看花椒啊、雷士啊、斯凯勒啊，都是一线城市啊。对啊，最后你啪就选了一个凤凰古城，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，对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凤凰？我感觉凤凰这边它主要这个板块吧，我在想，不管我的梦想是什么，如果就是说我能去帮助更多的，我宁可放弃我的梦想。我想我不会。把另外10盏灯亮起来。有没有高过于7000的？
那就7500吧。有没有高过7500的？好，把另外9盏灯灭了。我再提示一次啊，雷士照明是大城市互联网运营的职务。我加7500的这个是在惠州的。哦，回惠州了哈，你看又打脸了不是？行啊，没事，你的脸打也没关系，挺瘦的，打肿一点啊。你考虑10秒钟，是否愿意让雷士照明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？10秒。雷士替换5吧。稍等，别急，大姐，那么急干什么？我们是有音乐的啊。来，我们有请段东黯然离场。有请常彤荣耀登场。哎，于磊，他写他的价钱啊，我作为一个这个老大哥啊，真的给你点建议了。这个选择有点混乱，那我都替你捏把汗。这跟你的初衷完全拧巴违背了呀！我现在也懵了。于磊，不要紧张。于磊，看着我，你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。又要被打脸。你进了大城市，你要面对很多的选择，很多的机会。这个时候，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内心的真正诉求。你的左手是代表着你想要的一个职位，大公司、正规化金融公司合理的职位；右手是影响更多的人，在更多的诱惑面前。维持你的初心，好不好？其实你内心特想帮助别人，甚至这种梦想高过于自己实现自己梦想的欲望。但是刚才李惠普说得好，有的时候你走岔了路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有的事情跟你想象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有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强大，再去帮助别人，可能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更科学一点。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建议，冷静一点，在他们俩当中做出最后的选择。师妹。雷士照明，凤凰古城，谢谢，再见。你的选择是雷士照明，是吧？嗯。凤凰那个纯属公益，如果我去了，我拿这个工资，我感觉我既是做公益，然后还要拿那么高的工资，我感觉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所以我最终决定还是选了雷士照明。第一，可以做公益。第二，我可以保证我自己的